獨立製作係演員同導演同埋 crew 嘅關係比較親密啲啊。導演初初揾我，咁係即係俾咗個故事大綱，俾咗個劇本我睇，咁仲要係都幾耐之前，幾年前噶啦。同其他嘅戲咧有啲唔同咧，就係好自由地，因為佢係冇固定嘅對白嘅。因為你唔係地產經紀，因為我唔係地產經紀，亦都冇呢個宗教信仰嘅。係啦，我都唔係一個牧師嚟嘅，我係一個教師嚟嘅，基本上。点解你要做牧师啊？你唔好再跟住我啦。但系我好中意你。咁多位唔该，你哋落车先。可唔可以让你老婆俾我？乜你关心层楼嘅咩？好关心嗰个男人系边个嚟嘅？打翻樽差点打。头先舅父叫你咩话？北水。1989年我上咗北京读书几个月。喂，阿杰啊？好想快啲见到你。佢又不大，我仲搵到你男朋友。如果你话最难忘嘅，可能系应该系北京啦。我记得嗰拍嗰场戏咧，其实你哋睇一次啦，咁但系咧，我哋嗰日应该系喊咗三次嘅，吓，即系剔咗三个剔嘅，咁我要停咗，即系喊到猪头沥咁啦，跟住就阿导演，你唞唞先咁样，坐埋一边，冷静完之后咧，跟住又再好啦，又喊过，又喊过，咁跟住我话卒之喊完第三次，阿导演再问我，你可唔可以喊第四次？我话唔得，我真系喊唔出啦，开头都有啲唔惯，即系隔机。始終對住咧，要扮自然咧，其實都係一樣幾難嘅嘢嚟嘅。咁後屘即係連續拍咗幾次啦，咁所以都習慣咗，誒得個鏡頭可以當佢唔喺度嘅，或者當佢死咗嘅咁樣。因為大家都熟落咗，咁大家都會放少少啦，比較會俾到嘢大家啊，比較自然。所以後邊係都比較多。不是幾跟對白的東西。套戲出來和我劇本是有點不同的。